呼呼呼！哇！我们现在从微笑天鹅的坑口下来了。下来之后，这里是左边是道瀑布，瀑布的水全都往这个洞里面流出去了。一会儿我们就进去看一下。然后我现在的这里是天坑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景色。我们现在是一个井底之蛙的视角，然后从那边瀑布旁边下来。下来之后呢，它天坑底下全是乱石堆，看一下这里的景色。好，就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场景。在这天坑底下呢，我们还能看到一些青苔，看像这个树叶是从天坑顶上掉下来的。我们往这边走，咦，能看到绿叶还能存活，说明这里的光照很充足。好，再过来，还能看到一些石头上有青苔。看青苔，这个。红山山，白杆杆。我们队友可真好。红山山，白杆杆，吃了糖板板，糖板板，水管管，然后你就埋山山。那我吃了。你吃啊？吃吗？你想长生不老吗？我吃了，好像你们也会有关联的。没事，吃完了之后你晕了，我们把你提掉上去。骑着车吃啊！哎，你吃啊！这是小菜一碟，吃完了之后就八菜一汤了，知道吗？我谢谢你。这个蘑菇。这些能生长在这，应该有200多吧。对，说明这里阳光充足。在200米的天门底下。哎，这边还树叶，看，这是200多米的深坑底下。兄弟，补充下体力，吃个鱼饼。吃个鸡腿补充能量。鸡腿。大鸡腿。这个鸡腿好。哇。爬不上去。也有只癞蛤蟆。那不是癞蛤蟆。大哥，你怎么是还上树了？大哥，不是，我浩的徒弟。我去。哇，他眼睛睁开了，对，他已经睁开了。哇，这个是你看，他好像冻得快死了，我们给他救上去吧，救上去，救上去，啊、我们给他救到天坑上面去吧。啊，一一抓包里吧，一一。你说这是红脸齿蝉也不像啊，这不是红脸齿蝉，不是红脸齿蝉，但是、哎、看他眼睛，眼睛，眼睛好好看，他眼睛是真正的，眼睛还是那个金黄色的，他好像快不行了。它是人形的，他的眼睛，眼珠快不行了。这啊。我们走，我们等一下上去的时候。四边形喂，它眼珠是菱形的哦。啊，你看，还有菱形的四边形，它眼珠还是褐色的。咦，哇，它钳子好粗哦，看，哎，别跑，两条眼睛是四边形哎，看到没？眼睛的四边形，这爪子，来看一下肚子。哟，我操，跑了。我们下到坑里，从这个乱石坡翻上去，迎着瀑布下来的地下河是个死洞。现在我们从这个乱石坡攀爬上去，那边上去之后好像又有个下降点。好，翻过这个乱石坡，这个洞道又开始往下发展了。从那边走，从那边走，那边好走点。看这个，以前是被水给淹没的，现在的还是挺湿。好，来了。这里有个2米高的下降台，我们直接下。打个脸吗？哦，现在队长打点进行下降。哇，感觉这个洞快到头了。从这个低地方下来之后，这边还有一个洞道。深入地下龙宫，探寻微笑天坑的场景。地下龙宫，哇，这都是被水流给冲蚀出来的。好，继续干，老王叔加油，下水了，游泳。这个微笑天坑越走越神奇，越走越诡异。哇，
这边又有个小尖顶了，呜！看这边，看这边，要下降了，要下降了。拿工具吧。下来了之后，感觉这边还挺大。这个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，又见又一村。一栋。好，绳子扣到底了。这里下来之后，哎，你看这下面好多的小的鹅卵石，好，哇，主动的轨迹是在这边。这个东西要拆呀，好。